舌头吗？刚刚呢，我们吃完火锅，我们现在来到他的第二姐妹店。我们后来发现，原来刚刚那个烧物店，他居然还有开一个炸物的姐妹店，在我身后，有没有？你不要看它是炸物店，你就觉得它好像很像路边摊什么的。我一来的时候发现，它整间店好有装潢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有质感。装潢那种感觉，就是有装潢过的感觉。对，就是看起来很干净。然后它的厨区跟它的收银区是分开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摸过钱的时候就不会去摸到我们吃的食物。哎，我觉得这很棒哎。嗯，而且它的菜单都很特别，很有特色。对，有些东西好像是外面不会炸的。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蛮期待的，而且加上肉也是一个炸物爱好者。没错。哎呦，炸物达人。没错，就是我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店里的环境。好，我们拿来试吃看看到底好不好吃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叫的东西总算是来了。对，这样会不会太亮啊？我调一下。好，我们总共有点了比较特别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一般的咸酥鸡我们都没有点。嗯，我们点的有牛肋排、干贝、生蚝，还有一些海鲜啊之类的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培根起司腐皮包，快来试试看。先吃这个。对，这是牛肋条。炸牛肉，炸牛肉很像，很少见哎。对啊，一般炸物店都不会遇到。它有点像是炸的骰子牛哦。嗯。好奇怪的感觉。好酷哦。没有吃过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很像咸酥鸡，但是咸酥鸡里面却变成突然对，变牛肉，很多汁的牛肉，感觉很奇妙。第一次吃到这个，有没有炸牛肋排？好厉害哦。而且它是没有骨头的。为什么牛排会有骨头？我说因为像这种外皮的话，就是感觉就像咸酥鸡，但它就不是咸酥鸡。再来呢，我们吃这个，看远远的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干贝嘛，没错，它就是炸干贝。经常会有炸干贝这种东西。炸干贝不是应该都是拿来煮吗？像我们，哦，是怎样？太好吃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干贝非常多汁，而且我一脚咬下去是那种很惊讶的感觉，由心而发生哎。一口啊，一口，好特别哦。哎、欸，很好吃，我觉得它不输用煮的，甚至超过用煮的。没想到它炸起来那么好吃哎。对啊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干贝拿去炸的感觉。对啊。哎呦，好特别哦。好厉害。它根本比用煮的好吃。对，很扯哎，超夸张的。更加想再吃第二口的感觉。就我现在很想一直吃这个东西。嗯，它的干贝比我这个镜头的这个镜头，就是你们，嗯，差不多你们那么大。嗯，哎，不夸张哎。而且很鲜。我现在迫不及待要吃这个。那什么？炸生蚝。好。炸生蚝，外面我跟你讲去哪里买，我就问你们去哪里买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好。嗯。又怎样了？你吃一个，你咬一半就好。好。然后咬一半给观众看。好，我要生蚝味了。对，然后赶快看里面特写，看里面，超厉害的，真的会让人一直想吃，一直想吃。接下来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叫做腐皮培根起司。听老板说它是会有那种拉丝的效果出来，因为老板在里面有包莫扎瑞拉起司。对，拿一个给观众看一下。好。莫扎瑞拉起司呢，基本上都是放在中间的部分，嗯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咬的话，会先吃到它外表的地方。现在肉也准备要来拉丝给大家看了，好期待哦！好厉害哦！嗯，我来试试看，好浓哦，超级香的。哇，你那是舌头吗？舌头掉出来了。哇，很贵哦。还需要帮忙吗？太扯了吧！以前我们吃起司鸡排的时候，觉得起司鸡排很厉害。嗯。我今天吃到这个，
那个东西算什么？我觉得如果你是身为一个专业的起司控，来这里绝对不能放过它。嗯。再来我们吃这个，也是海鲜，是不是因为这是海鲜烧物的姐妹店，所以炸的东西都是海鲜啊？一口酥，一口蟹。一口蟹，不是厚里蟹哦。这有点像是鹿港那种肉店的感觉。嗯。虾吼啦，虾吼。黑膏。黑膏，对。它口感就是跟那个蛮像的。嗯。这个一口蟹吃起来。它不会有很多阴影的地方，刺刺的，对对对，它不会刮嘴。对，虾吼的话，它的刺会刮嘴。嗯。接下来这个呢，我觉得很特别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吉古拉吗？它就是所谓的竹轮，这就是竹轮。这上面撒了我们满满最爱的胡椒粉。那口感比较偏硬，跟那种关东煮煮起来的味道是天壤之别。你看调味粉超好吃的，真的。接下来这个呢是，等一下，喝一下。好。为什么你手上会有这杯？你没有看到那台吗？那台，这台呢？这我觉得这个老板真的太佛心了。这里的饮料你只要加10块钱就可以喝到饱，无限畅饮。无限畅饮哎，很佛心哎。所以你们可以像我们这样在这里吃，然后吃一吃就一直喝一直喝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划得来的。这个地方呢是在于西门町的尾端，在武昌街这边，所以如果你西门町逛累了，然后或者是你去西门町吃个晚餐出来，刚好买个招呼回去吃，又有饮料可以配。对 ，nice。这个饮料这点会是让我会一直想要来的一个点。对，光是饮料，我觉得我会因为这个饮料一直来，因为其他炸物店是没有提供这种服务的。对啊，真的很棒。而且吃炸的一定得配饮料。那一样啊，这间店的地址呢，我会放在下面的留言板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 Google 一下。那今天呢，主要就是我们来尝试这些很特别的炸物，外面买不到的炸物。那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帮按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不要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我们要接着把它吃完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